方。轻声轻声，要听到别的小朋友的声音，坐端正。看看我，所有的小朋友都看我。百年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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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百年
诞节的时候有圣诞老人陪我们一起过节，那过春节谁陪我们一起过这2016年呢？猴子。猴子啊，在你们印象中猴子它应该长什么样子的？今天来模仿一下。嗯，尾巴长长的。啊，尾巴长长的，请坐。来模仿一下你心目中的小猴子吗？赵一奇。这样的。哦，这样的哈，非常好。今年呢是2016年，小朋友们猜是猴年，那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猴年？要知道，这是一个神奇的年。儿童版的小猴子孙悟空可是有72变呢。我们看一看，他还有真猴子在哪里能看到这样的动物园？这是剪出来的小猴子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棒。西游记里面的，西游记里面的啊，它可以降妖除魔。那么美猴王说，今年是我的一个大年，我想和小朋友们一起互动过大年，大家欢迎吗？欢迎。那么今天我是小小美猴王，宇宙这里啊已经分为几个小组啊？三组啊。我们来看一看我的第一棒传给你们，你们能帮我接住这第一棒吗？咦，读一读。下面出现了几个词语。走逃跑慢。走是什么？张亚文。是让我们写在衣服下面挂上这个。哎，很好，那叫节奏。对，这下面就是节奏读法。那节奏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们来找一找。在这里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老师能不能请小朋友上来帮老师做这四个小节的节奏？袁玉涵，我们看看他填的对不对。待会儿我再请一个小朋友填第三小节和第四小节，准备好。好，有请袁有涵，马上鼓励鼓励。钱俊杰，仔细的看一看，哪些地方是一样的，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，你能拍一拍吗？走。
到了？那里。哦，那里。好，请坐。四三拍的强弱规律是怎样的？强弱弱。好，非常好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备齐。Ooh.
预备起。前奏。
声音小一些，听听钢琴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好。预备起。为了答谢他们，我也想送给他们一样礼物。我想
们打死你，正想新年的礼物，但是呢，我一个人的力量有点小，我需要同学们帮助我一起完成。不过不要紧哦，美猴王可是有办法的。看一看，他把法宝印到我们现场，能不能找一找？Bye.
一点点小了，我们能不能将歌词唱得清楚一点呢？还记得歌词吗？记得啊。我们要将歌曲唱得怎样呀？欢快的，活泼的。先听一听老师唱。预备起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叫年的怪兽，头上长着尖尖的角，样子特别可怕。年住在深海里，但是每到除夕，它就会跑上岸来吃人。乡亲们只能跑到山上躲起来。有一年的除夕，人们正在慌慌张张往山上赶的时候，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。他说他有办法帮大家把年赶走，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。晚上，年来到村子里，正要捣乱的时候，忽然看到一道红光，吓得浑身发抖。正在这时，噼里啪啦的声音突然响起来，年吓得抱头逃跑了。第二天，人们发现村子里多了些没有烧尽的竹子，一些人家的门上还贴着红纸，还有亮着的红灯笼。但是其他都和往常一样，人们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白胡子老头真的帮大家赶走了年。于是
大家纷纷穿上新衣服，奔走相告，互相庆贺。后来每到除夕，人们就在门口贴红纸、挂灯笼，在屋子里点上蜡烛，在院子里烧竹子、火放鞭炮。整个除夕，家家都灯火通明，噼啪声不断。从那以后，年再也没有来过了。由此就形成了贴春联、点灯守岁、放鞭炮、拜年等习俗。这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——春节。迎接